精彩晚间节目，节目开演。谢谢。好的，来，谢谢。现场来在座咱所有贵宾，所有咱这里谢谢，咱的众神神代表，和咱这诸位信徒，咱这好朋友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应该非常的欢喜，特别感谢到咱这里坐着咱这些好朋友，共同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，来到咱的开山庙家，共同做伙给咱参舞，带动咱的永安会场这个老人滚滚的盛典。那要祝贺咱每一位嘉宾，大家做事业当大发展，和大家赚钱的机会愈来愈明显。嘛，感谢到咱这些好朋友，共同来到会场来给咱赞助光彩，和咱每一位嘉宾，大家拢总会当有一个好头彩。要祝贺大家当好运年年来，要祝大家当大进财。大发财，天天发大财。当然，咱今日嘛真欢喜吼！天文岁数，咱吉亥年农历是咱的九月初三日，咱永安伫遮共同做伙甲咱庆祝，庆祝着咱的开山庙啊，咱的大元帅圣诞千秋千千秋。所以伫遮特别真欢喜，邀请着咱遮尼侪侪咱遮的贵宾，共同来到着咱的开山庙遮，来甲咱的大元帅祝寿，嘛祈求咱大元帅会当当个神威来甲咱保佑，保佑着咱所有咱遮众神神代表，大家。隆重的当一天顶日进财，三阳开泰，事事不灾。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祖八赛，庙台当八仙添寿，九九连环是全是美。要祝我台当趁钱，亲像来趁水。当然，全变了，你滚滚的平安喜，一来敬神，二来敬人，新年共乐。就是要祝我咱每一位嘉宾，隆重的当过了幸福，隆重的当过了快快乐乐哦。当然，咱以后呢，你滚滚的平安喜啊，而且特别要来给咱庆祝，庆祝的咱的。开山庙啊，咱大元帅这个寿诞，嘛邀请到咱这么侪侪啊，咱这贵宾，咱这么侪侪咱这好朋友啊，共同欢喜的心，开心的心，一同来到会场来给咱参舞，带动到咱会场这个热闹滚滚的盛典，嘛要祝咱这好朋友。大家做生意、做事业，拢总会当大发展哦。阿英啊，老李公公的平安喜来给咱做安排，而且嘛要给咱感谢到咱的赞助人哈。来，谢谢嘛感谢啊，感谢到咱的名流哈，咱的美发集团啊，台湾的名流美发集团泡脚婆来给咱感谢起来，谢谢。哇，非常感谢哈，哇，感谢到咱的名流美发集团啦哈，阿妈感谢到咱的董事长啦哈，哇，我们的郑茂发郑董事长。好，非常感谢我们的郑董，谢谢你。更感谢咱的董娘，我们的林秀芝，我们的董娘也非常感谢董娘，谢谢。马高祥，高祥的咱的当所长吼，咱地当所长啊，咱的郑茂植，咱地当的吼，咱无主兄，非常的感谢，谢谢。更感谢咱地当所长吼，我们的郑茂才郑董事长，谢谢。还有特别感谢我们的郑董啊，郑柏林董事长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刚刚想啊，咱的担当所电话，我们的陈振龙是不是哈？我们的振龙大哥，来陈董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哇，一箱有得咱家的姐姐，咱家的大头家，咱家的大老板哈，哇，我们的总裁们哈，共同齐心协力来给咱今仔日咱台湾水作秀，嘛去叫咱台湾水会当哈，哇，来给咱保佑，等咱银行跟咱家的哈大头家，咱家的大老板啊，大家拢当今日事业秀，会当步步高升，会当大赚大发，会当和大家当正财正面来，偏财两边来，好运跟着来，天天发大财哦。所以阿莫平安喜来给咱。带动劳力滚滚，要祝贺咱每一位嘉宾，每一位咱这些好朋友，来当事业愈做愈稳。嘛，祝贺咱这些董事长、咱的董娘吼，大家拢会当吼，心事事成，好运连连，天天赚大钱哦。来，阿回头当中吼，哇，咱的总破赛劳力更出彩啊哈！所以大家尽量劳力个用下去，祝贺大家赚钱，亲像来赚水。料理大家尽量改正，好台当愈食愈好食哦。好的，来阿赶紧啦吼，来个会前庭，当然嘛是阿会阿婆，咱北团，咱青龙格式传播，嘛伊都来本团团主，咱贵当所长，咱坤良兄吼，咱两个是个领导，咱青龙格百万想就是大乐队，呜。
谢谢，蛮感谢的咱这好朋友，多年来对台湾的青龙歌的支持和爱好。当然，林刚老师也对我的青龙歌为你服务的，大家叫麦克去，麦西里啊，记得记得台湾的贝团，我两哥都可以。接通电话，我两哥绝对给你服务到家。啊，当然，在这个舞台顶，想要甲占款，怎么介绍？每个时间，今日等你到咱宝贝康快。